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今天神秘阿姨又来我们店里了，教我们做两样新品。阿姨挺讲究啊，自己在家拿的头套。阿姨做的这个是什么饼？这是豆沙馅的饼，这是葵花籽糖饼。阿姨总这么过来帮忙，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呀。这是干嘛的？我妈又在这块和干豆腐米肠的馅儿呢。最近这个卖的特别好，不够卖今天。你去买干豆腐去呗。买多少钱呢？买那个2万块钱的。好。哎呀，这饼烙的太有食欲了，都闻着香味儿了。阿姨做的真好啊。不是我做的好，这个炉子好，这个锅好。看、啊、这颜色多好看。是啊，看着肯定能好吃、嗯、我看一下。哎呀真好啊，这闻着味真香。这饼真大呀，一个。这个饼里边装的馅儿比较足，所以说就烙起来就大，很大。出锅了。这饼多大啊！啊，这太大了吧，阿姨。这是豆沙馅儿。豆沙馅儿。哎呦我去，这么大这个饼，一个人能吃了吗？等会儿放上面摆着，看能不能卖出去，是吧，阿姨？嗯，可以。这肯定行，这个。嗯，这是糖饼，这是葵花籽儿，那个芝麻糖。啊。这芝麻糖。这东西吃着还健康呢。啊，这健康，没有油啊。是。不放油烙的。就抹稍微一点点油下面。嗯，它怕糊，第一锅抹油，第二锅就不抹。啊。然后新锅。我先尝尝这个饼啊。先吃豆沙粑吧。行。哎呀，还金豆呢，好像。脆，很脆的。这是糖饼。嗯。我妈尝尝吗？尝一个。我这个，嗯。这太大了，这饼。太大了，再多切一半。妈，这饼太大了。没事，大大去吧，实惠吗？嗯，香。甜度咋样？甜度啊。嗯。嗯，好吃。这是豆沙的。哎呀。哦，脆，很脆。阿姨尝尝。哎，这一闻味儿哈、嗯，这就香。这发面味儿哈，可香可香了哈。阿姨真做的真好啊，是吧？你先尝这个豆沙馅儿的，尝尝。我吃完这个，你吃那个。这个颜色烙，今天烙的颜色非常成功啊。嗯。嗯，外脆里嫩，嗯，加上豆沙啊、嗯，味道好极了。你妈是啥？味儿不够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啊！那别人家没有这么好吃的，我看，嗯，咱们富川是独一份啊。嗯，这适合糖尿病人，没那么甜，糖尿病人吃，嗯，太甜了不好，嗯，这很健康啊，没有油，一点油都没有。你买个啥？我尝尝。热的吃好吃。哎呀。它现在是脆，但是放时间长是能脆吗，阿姨？对，它放在外边那个个烤箱里边哈、还是脆的。啊、要凉了回家可以微平锅稍微烹一下，两面翻个个就可以。好吃，阿姨。嗯，很好。是是。阿姨，你不尝尝啊？啊？哦，太好吃了，妈。我喜欢吃这样的。你看。这里边豆沙馅儿是不是、嗯？我也爱吃。这豆沙馅儿都是阿姨自己和的呀，嗯、在家拿来的啊。嗯 阿姨为我们饼店太用心了呀。是、啊。你再尝那一个，这是糖的，里边放葵花籽芝麻。嗯。
我喜欢吃这个。喜欢吃甜的也可以吃这个。嗯，我在国内也经常买这个。就是黄瓜籽那个，还有芝麻糖，嗯，如果再放点花生里边更好吃。嗯，今天没准备。放花生的话就香了，是吧？嗯，这个在国内叫什么饼？就叫糖饼。糖饼啊。嗯，嗯，非常好吃。糖饼也比别人家的好吃。嗯，我吃过好几家。肯定香啊，里边有芝麻，还有那个。那都是刚才现炒的，所以说香。嗯，瓜子仁儿啥的。嗯，这发的面好，嗯，发的面就跟别人家不一样。嗯，非常香。咱们的富平店又增加新品了，也得感谢阿姨呀，啊。今天很成功，这两种饼烙的颜色、味道，嗯，都挺好。特别好，阿姨也特别好吃，面发的恰到好处。嗯，好吃，等会儿让红妹来再尝尝。嗯，拿出去摆上，完了咱们卖看看行不行？可以。咱们卖多少钱这一个？你说定个价呀。2000。2000可以吧，因为原来就卖1500。嗯，要么就卖1000，但就是豆馅成本比较高一些。嗯，韩国豆沙馅贵。嗯，豆沙馅的糖馅的，我妈已经装这里了啊。这些都是出自阿姨的手艺呀，啊，糖饼、豆沙饼还有肉夹馍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牛肉饼，买回来了干豆腐。嗯，买回来了。啊，那好，今天开始卷。我给你买了好吃的，妈。买啥了？啊？买啥了？你看看呢。嗯。看一下。哎呀，这是榴莲雪糕，还有榴莲雪糕呢。哎呀，这儿真孝顺。哎，还有榴莲雪糕呢。阿姨，天气热，你赶紧吃一个。他不吃榴莲吗？不吃榴莲。哎呀，那可大味儿了，这个。我家大胖来了，你尝尝这个饼，媳妇儿。这烙的白嫩白嫩的，看着就好吃，挺好吃的。啥时候开始做的？刚开始做。你咋不给我拿呢？刚开始做，我咋给你拿呀？后面自己吃的吧，都一样馅的。没有，有糖馅，还有豆沙馅。哪个是豆沙的？应该这边这个是豆沙的啊。我尝尝一个。这个吃着健康，油少。多少钱一个？我跟妈商量了，准备1500。咋样？这挺好，没那么甜是不？这阿姨自己在家调的豆沙馅儿，厉害呀！你今天穿这么漂亮呢？天冷了。那买的啥呀？又？哎呀妈，你还吃上雪糕了呢？榴莲的。你看我买的啥？雪糕。哎呀妈呀，怎么整的？给妈买的，知道妈愿意吃。你放到自己身上吧，你。嗯。你给妈吧。买榴莲去了，你爱吃榴莲吗？哎呀妈呀，这脸炒的真孝顺，一样的东西。哎呀，他偷摸买了自己吃的。你妈最爱吃这个榴莲的了，我给你放冰箱。哎呦，买这么多，天哪！阿姨不吃。没事，不是没事，我真吃不了这个味儿。咱们吃什么吧？榴莲水果好吃。吃什么吧？他安排吃了一个，我给你放冰箱里，阿姨给我放了。你觉得这个饼咋样？可以啊。1500贵不贵？1500不贵。豆腐味啊。阿姨说这个豆沙贵。你看油条啥馅没有？虽然我老拿油条做比较。那就整这个了，咱们。这个当早餐吃，我感觉挺好。嗯。过两天豆浆机也到了。嗯。正好。一个饼，一个豆浆，正好。这牛肉饼店改成早餐店了，现在是吧？不是，早上健康吃点这个，然后健康饼，下午吃点牛肉饼，我都馋了，我都好几天没吃牛肉饼了。你再吃了？我吃一个。我让爸给我报一个那个专属的。行，你跟爸商量吧。嗯，爸，我想吃牛肉饼了，给我包一个特制的呗。好了，给你包。我要多放那个花椒。那牛肉色都新鲜啊！
这是烘一专属的，哎呀，太有排面了。我就带一碗。